风水不好啊，萨子都倒。别说风水的事儿了，老二的事儿啊，咱们还得从长计议。春兰，能不能请你亲家留步啊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春兰，哎，招呼着，我先泡壶茶去。哎，亲家，你好好的给丽萍妈看一看。哎，行。她呀，为这个房子心里老不舒服，跟我说了好几次了。哦，她也不容易，是个小寡妇，还带个孩子。啊，她是寡妇啊。哎，看的时候，尽量往好了说。哎，万一有什么不好。回来跟我说，别当着他说。哎，好，春兰，哎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哎，这样吧，丽萍妈，你们先去，我那后屋还有点事儿啊。行，我一会儿过来。行，先忙，先忙。行，那亲家，你先去啊。好。今天我主要想跟你交流一下多元恋爱的关系。多元恋爱？你爸教你的吧？你低估我的才能了，这一点可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自己琢磨，你想说三角恋爱吧？三角恋爱算什么？我的想法是把更多的人融入到一起。风水说穿了就是一个场子，可是你这个屋子里头总体的布局呢，一个字，堵。你家那边，记住了啊，以后别老跟着我。这儿要放一张桌子哦。放哪儿啊？过来点，过来点。这儿啊。哎，对。你说自从我们家那一口走了以后啊，我这家里想挪动挪动，有个活啊都没人帮我干，真是谢谢你啊。不谢，这个有点累嘛，这个倒不假。不过呢，我和你谈得很投机，我好久都没这样子痛快地说过话了。哎呦，一样，我也很久没有和外人说说心里话。今儿个啊，我们好好闹闹。哎，好，我们摆摆龙门阵。啊，你先走，我给你倒点水去啊。好。小五，有事儿吗？今天大秘闻。你给我100块钱，我就把这个特大号惊天大秘闻告诉你。你是不是晓得你二姐的下落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不用告诉我卢启威在哪里，我相信啊，我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。想在我这里挣钱啊，没得门儿。没门儿？哼，到时候你们家的幸福生活被打扰了，你可不要怪我提前没有告诉你哟。哼，我来是想告诉你关于第三者插足的问题。第三者，老杨，你说我们早认识就好了。确实是，相见恨晚。杨大春，相见恨晚哇。装神弄鬼的，他的话你都听得呀？走，骗子！我就是看小李桂花又抓子了嘛。哎，找个人摆会龙门阵，哦，我就插足了，我就当第三者了。那李桂花是个寡妇，你想当第三者啊都不得行。哎呦！我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，那个时候都对你忠贞不二，未必现在我还得插足啊。哼，你那个时候啊是胆子小，跟我谈了3年恋爱，手都不敢碰我一下。嗨，那个是你不爱洗手。说老实话，哎，明天去不去转？你要不去，我就找李桂花转，搞上个西红给你看一下。我要去，我咋不去呢？哎呀，走。钱呢？请给我留情，我钱呢？你是要把你妈气死你才算甘心是不是？你就为了50块钱，你搅得3家人鸡犬不宁，你想干什么你？妈，你
这也不能全怪我嘛。不怪你怪谁呀、啊？你需要钱，三块五块的，你妈还是能给你的。你干个缺德的事儿，关键是你没给三块五块。妈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好好考大学还不行吗？陆启路，咱大学不上了，像你这样的考大学也没用。你在这等着。